国内最美的四趟列车，抽空一定要坐一次。有的风景只有坐上火车才能看到。点赞收藏，带你走遍最美中国。 K9628浪漫之旅，一条连接了大理到丽江的神奇路线。中国首辆带酒吧的双层列车，你可以躺在大床上进观苍山洱海，在复古酒吧里 K 歌，眺望玉龙雪山，硬座只需要34元，历时2个小时，满眼尽是云南浪漫之美。2Z114南北之旅，从冰雪世界哈尔滨到热带王国海口普京，26个城市在经过琼州海峡的时候，由于没有跨海大桥，火车会坐上轮渡，非常有意思。3 Z164天路之旅，从繁华大都市上海出发，到世界屋脊拉萨，途经15个城市。当列车经过西宁，会驶过一望无际的青海湖，翻过昆仑山脉、唐古拉山口，这是一条远离喧嚣、净化心灵的路线。4 K7092雪原之旅，从中俄边境满洲里开往哈尔滨，途经8个城市，穿过呼伦贝尔，一路上森林、草原、湖泊，景色各异。到了冬天，它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雪原列车。 过隧道的鸣笛声，行驶中的哐当声，打开的车窗，从窗外灌进来的风，火车上的一切都令人怀念。